好的，衔接第一集，现在是第二集啊。我们已经知道，从领口领子向下环形织已经到这儿了，来到了最华彩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圆款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啊。在这个位置收的是什么？小平边有点紧，而且当时啊操作这件衣服的同这个织工啊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收的不够松，所以你们在收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松着点儿，收两个袖子。那么，两个袖子各取多少呢？同学们看啊，各取34针，理解了吗？啊，这一部分34，这一部分34。有同学说我不会分这34，没关系，你将你整个衣片这样给它铺平了，看到了吗？铺平了以后，找到这儿的一个中心点，找对了。找对这儿别个别扣，数从这儿到这儿，假设啊35针，那么从这儿到这儿也应该是35针才对。我说的是假设一个数字啊，这样你就能够将前后片用最简单的方法分开，而不用一针一针去数了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大前提是你必须把它们两个哎平一点啊，给它弄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别扣你已经扣好了对吧？两边的针数都一样了。连后背针数多少都不用管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从你扣笔扣的地方往这边数，数多少？数17针。有同学说不是34针吗？你这面啊17针呀，你后面还要17呀，两个加在一起一共是34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加一起一共是34啊。好了，他们两个都是34了，我们下一个环节要做什么？要将这34针给他松松的收平边，一定要松啊，否则这个位置不够。胳膊稍微粗一点的女生啊，这就难受了。好，收完了针之后，下个环节也是太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啊。同学们，很多人都会织毛裤，对不对啊？织毛裤分裆的位置还记得吗？这款啊有用到这个小技巧，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两个袖子都搞定之后，就差正身了。
家可千万不要认为将整个正衫全都串起来直接向下织就好了。其实这款作品就是采用这种方式，我们传递的是什么？传递的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能够完成一件有创意的毛背心。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件衣服啊一个最完美的设计状态，让它形成杂志，让一些对编织本身就有点惧怕的同学来织的话，他就会觉得很复杂。所以啊，我们省掉了那个环节，但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穿着不能省掉。所以啊，同学们看，我们要织正衫之前要怎样？要把左右两片的针数和后背片的针数中间啊，就是连接这三部分的中间的位置，也就是你的腋下，我们要干嘛？平加八针，千万别小看这八针啊，由于拉扯以及弹性的作用啊，它的这个位置能够大大的缓解你在穿着这件衣服时候的舒适度，如果不舒适的话啊，它会有很大的缓解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八针会被撑得非常非常厉害，你是平加的这个八针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平加的时候采用哪种加的方式啊？绕线呗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这样平加上的这个八针，所以这八针它的弹性啊十足，哈哈，非常非常的舒适，就是这个位置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你要加八针啊。左右腋下你各平加了八针，然后前片左前片右前片和后背片，你将它们三部分通过八针和八针的连接，你把它们怎样了？你把它们完完全全的归在一根支针上了，往返。你这时候的总针数应该是多少？原款我们一共是剩下了多少？132加上左右各八针，那就是148针，理解了吗？好，所有同学啊，都要按照这个方式来织，这样的话你会织出来的衣服啊更舒适啊。好，这148针我们织什么？改织正针，同学们仔细看啊，改织正针，但是边沿这个位置啊，我们要给它织成什么？织成锁链针。你看。6针锁链针啊，同学们啊，这是6针啊，这边6针，这边6针，剩下全织什么？正针，理解了吗？好了，用这样的方法，我们将这148针往返整个大片向下织啊，又遇到了一个要讲解的问题，哪儿呢？两个边沿，近距离看，边沿不是特别整齐，看到了吗？啊，所以同学们，你们在织的时候啊，这个呢是采用的每一针都织，第一针没挑下不织啊，它是把第一针、第二针全都织了啊。如果织边沿的时候，特别是这种花边儿，这种锁链针的边儿啊，大家一定要把第一针挑下不织，从第二针开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你会得到一个特别漂亮、极其整齐的边沿。不会织的同学啊，来到2个月前，我给大家发布过啊。是一个绿色的织片的织的花纹，就是这个锁链针横条纹的啊，边上花纹啊边沿非常整齐，采用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方法，第一针挑下不织，从第二针开始，注意长线绕的角度方向很重要，理解了吗？